你确定这是大汤主母常说的发髻？我瞧着怎么跟平时差不多？还是有差别的，比平时的要有气势一些。对对对，再戴上这个，蓉蓉就全乎了。不要不要，这个不符合我的审美，我不要。挺好看的。郡主，你以后可就是秦王府的主母了，可不能再似从前的闺阁女子，要稳重。我还未和殿下成婚呢。殿下让您以主母之礼迎接淮山先生，便是确定了您的主母之位。在大汤讲究夫妻平位，您可得当好这个家。就你懂得多。哎，殿下来了，请殿下安。你们先下去吧。是。这衣服把你显得更美了。真的吗？不过要配上大汤礼仪，方能凸显服装之美。哦，来，本王教你大汤主母礼仪。这样，自你入府以来，我一直有样东西想让你瞧一瞧。殿下，你是不是太心急了？咱们婚后再瞧也是不晚的。不行，已经拖了很久了，我忍不了了，必须让你瞧一瞧。反正婚约已经定下了，也没什么不能瞧的吧。秦王妃，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。你先别急，有什么事慢慢说。长公主回府之后一直闭门不出，奴婢担心。前方引路。是。长公主的事重要，咱们回来慢慢讲。好。这儿呢，我心如他，一步步摇。